嘿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商恩。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天赋全新英雄迪拉克。迪拉克这英雄呢，跟蓝还有达尔西都是好朋友哦。这边我们再跟我们的好妈吉对决中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的技能组。一技能呢会放出一个黑球，在他成型之前呢会持续性的击退，成型之后呢会造成更大的魔法伤害，持续性的，中间伤害更多，旁边的伤害降低一点。然后是我们的二技能。二技能的开启之后，我们可以再次启动哦，降下流星雨，持续造成击退效果还有伤害。二技能比较特别的地方呢，是我们可以瞄准它的位置哦，先放然后再瞄准。如果你觉得很复杂的话呢，基本上你快速点两下都会往我们的目标击退。像这样子哦，可以一直的控制皮皮，非常好用。尽管在团战中呢，二技能也非常强。首先呢，是它范围非常远哦，而且呢范围很大，还会射出很多直线的东西。二技能所射出的东西呢，也是同样有击退效果的。就像这样子，我们二技能是可以瞄准的。到此为止呢，我们可以了解到迪拉克是一个非常会击退、非常会推人的英雄。一技能可以推人，然后造成大量的伤害；二技能可以推人，可以造成少量的伤害。顺带一提呢，如果我们的二技能中心命中敌方，会形成一个印记效果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刷新我们的一技能。如果呢敌方跟我们的距离很近，几乎近身的话，我们可以使用快速的121连招也是可以的。那到这里我们也学到迪拉克跟图伦有点像哦，在近战的时候可以发挥最大效用。像这样呢被敌方摸到近身也不用慌，反正呢我们一直在他近身使用12技能，一直推开他，他不能普攻我们呢，对我们也没什么威胁。接下来呢是我们的3技能，当然呢我们的12技能会推人，3技能也必须得会推人。使用三技往前推，形成一个盾。这个盾强人可非常的强势哦，它可以挡所有的子弹伤害，包括防御塔的伤害。可以挡防御塔伤害呢，有一点点 OP 了。这样子搭配兵线呢，一定可以推进去。那这边使用盾强呢，隔挡一点伤害。就我们刚射出一个镭射了吗？那就是我们的大招呢，盾强推到英雄，或者呢挡到敌方的子弹之后，就可以触发第二段效果。第二段效果呢，会造成大量的伤害，还附带 15% 生命值的斩杀伤害，是一个用来收头的技能，伤害非常的强大。那这边我们可以顺带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动，注意我们的蓝条。OK， 我们的血已经残到不行，结果竟然不会死哦。迪拉克的被动呢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值用完的时候，会扣我们的魔力作为第二条生命。反正呢，只要有魔力，我们就不会死。那样的话，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买升起护盾了吧？那这边血这么少呢，还是回家补血比较好哦，有一点点危险，敌方莫拉应该马上抵达，果然在那。先回家补一补。我们来重新复习一下迪拉克的技能组。被动呢，就是我们的蓝条，是我们的第二条命。一技能是我们的主要输出跟消耗手段，伤害高到不行啊。最大输出距离呢是近战的时候。毕竟呢，一开始会往后推哦，持续推就持续输出。迪拉克的二技能是一个超强的控场哦，会召唤流星雨，造成晕眩，而且呢还能够持续性的击退。接着是我们的大招，大招首先召唤一个墙，可以挡所有的远程子弹。挡到子弹呢，或者推到敌方英雄之后，还可以使用第二段的拉克斯大招。这边还晋升给敌方的兰多射手一套，他马上就残血了，尝试去追杀他，最后秒个大招。OK， 看来这大招歪了点了。那就在这时候呢，我们追人帮队友的时候，中塔竟然被推掉了，这边有点亏啊。以局势来说呢，目前看起来有一点点劣势哦。毕竟迪拉克本身是一个没有位移的法师，我们一点都不灵活，最擅长的是空场跟远程输出，非常暴力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应该以发育为主哦。我们的强项是守塔，注意到敌方呢有残血英雄的时候，可以尝试击杀，但是呢不要去追杀就对了。迪拉克不是一个收割收头的英雄，我们比较擅长反打或者防守，也可以像这样呢期待一个机会的出现。找敌方达尔西，达尔西一直想乱我们的蓝，给他一套连招。这边跟上去，绝对有机会，晋升一个一技能，直接秒杀。看来他不太懂我们迪拉克这个英雄哦。迪拉克最大输出呢是在两个身位的近距离。敌方被我们晋升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全部技能全部按，敌方就能够秒杀。
OK， 追上去推推到之后接手第二段大招，一个镭射大概走。镭射伤害本身就很高了，魔法加成非常高，而且呢还有斩杀的效果。注意这个莫拉，我们已经没有魔力了，这边救不了我们的队友。目前双方的比数看起来好像很焦灼，但我感觉我们好像逆风逆到不行了，有点被压着打的感觉。最主要是队友打不太出去了，而且呢人头数都是我制造的假象，九个头有六颗是出自于我们。顺带一提呢，在这个版本是一个射手的版本了，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射手，到了到后期呢，基本上是大魔王般的存在。感觉在一两年前的射手版本呢，到现在从来都没有结束过。官方什么时候才要出法师版本、战士版本等等？那但是呢，迪拉克在射手版本是一个完全的好消息。我们对上射手呢，非常非常的强啊！射手如果要远距离跟我们打呢，是绝对打不赢我们的。我们的大招呢，毕竟可以挡掉所有的远程子弹。如果敌方呢想要跟我们打近距离战的话，角射手呢靠近我们两个身位，就可以瞬间把他秒杀。顺带一提呢，迪拉克的大招还有一个效果，在我们开启盾的期间呢，我们的普攻会变成一个慢慢飘、慢慢游的魔法球。这魔法球呢不会锁定目标，可是呢会造成范围磨伤。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用了。这边注意，来个秒杀展示。OK。基本上没有什么技巧，就是哪里亮的点哪里。这边救一救我们的猴子，没人刷敌方莫拉，可惜了点。OK， 这边看来是带不走他。那这边我们左边摇杆呢，又有点失控了，每一阵子他都会失控一下，有点搞笑啊。往人群中砸技能，迪拉克呢，只要往人群中砸技能，输血就非常的高。这一场呢，我出去看，我们打了48%的输出。OK， 刚刚说到敌方的威克，这边人头数呢，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焦灼，一直黏在一起。我们看能不能趁这个机会呢，我们有多打少的机会，来推个中，保护一下我们的炮车，翻个大，还是被大西扎死了。大西追了上来，是他失误，一套打残他们两只的血量。刚刚他们还是满血的，带走大西，然后是蓝豆也带走了，那我们可以差一个中塔。这边我们还有爱丽丝跟射手，那这边有队友帮我们一起来推塔呢，还是比较开心的，毕竟是推塔游戏啊。但皮森被清掉，看来这波是暂时打不死。注意皮皮，上一秒他可是满血的，那由此可见的迪拉克在近身的输出有多么可怕。我们跟图伦有点不一样，图伦呢是近身，可是是去收割追人，很狂的那种。迪拉克呢比较像一个有智慧的法师、大法师、军师之类的。我们比较擅长反打，当然呢防守则不在话下，防守超强，有我们在的法打几乎不会掉。毕竟我们可以把兵线推走，可以快速清掉，还可以挡敌方的子弹。莫拉呢，其实有点克制我们了。不管我们的技能摘花锹、摘护理花哨呢，莫拉还是可以无视一切。一个二杀我们就差不多。那这我知道他想要刷这个野怪哦，本来想要乱一乱他，但还是乖一点撤退，等我们队友一起来。那这野怪得先刷掉哦，不要给莫拉刷。OK， 后者来吃掉，很棒。那我们的害要站在这呢，人群中帮忙挡一挡他的大招，主要是要炸后面的莫拉啊。这个窄口呢，我们很喜欢，在这里我们的技能命中率很高。OK， 敌方全部挤在一起，丢个恶意连招，这一波带走敌方皮皮。当我们挂了两个英雄啊，中路兵先清掉，这时候等一等队友复活。剩下我跟叶娜，叶娜看起来状态不错，还是样挺可靠的。我看看他战绩呢，目前是4杀40，好像有点不太吉利了。那稍微捞一捞路，我们的迪拉克的缺点呢，还是我们怕控制了，而且没有位移，尤其是敌方像瑞克、纳克罗斯这种有8体的，不能推开的，我们就会很麻烦。
OK， 这边注意到三个人群，大招挡点伤害，亡灵群众砸一技能。OK， 一技能刷新了，再丢个一技能。OK， 这波带走了敌方的莫拉还有达尔西。最后一件呢，我们改成混沌法杖好了。这场我们需要更多的输出，毕竟这场感觉还是靠我们在杀人哦。趁敌方人少的时候呢，尝试来推个塔。这时候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威胁了，小兵带进中路，希望能够推掉哦。来这个皮皮 ，OK， 我们的兵线呢又把中路高地塔推掉了，干得不错。这样子呢，我们总算不用那么累。注意我放蓝区，顺便丢个一技能就能把兵线推掉。那这边皮皮在。赶一赶他，那带兵线来一起走。队友带走了皮皮，干得不错。这边趁这个势头呢，我们一起拿下这个大龙。中路兵线也带一带。那这边达尔西别想跑了，我们二技能距离超级远，持续性的击退。别忘记二技能还能够瞄准了，那这看起来像是打字的，一个一二连招，他已经残血了，最后应该是被他大招挡掉了，应该不是我们大招没瞄中。救救队友，救救我们的烟呢！这边看来有机会直接结束，中路有超级兵，敌方是清不了了。那如果兰多敢靠近我们的身位呢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就像这样子，三三。带走，珠宝一起带走。以上的是我带来迪拉克的实战解说 ，TF 的全新英雄，他呢也是蓝跟达尔西的好朋友哦。那最后一片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打开铃铛，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那我是尚恩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